三月十二日是国父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缅怀国父逝世九十二周年，举办书画展纪念，一连四天展出各地书画家作品。同德书报社推广艺文活动一向不遗余力，过去也曾经跟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合作举办过这个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的书画展。那这个呢，也是台湾跟新加坡双边关系里面非常好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层面。驻新加坡代表梁国兴受邀出席画展，期勉同德书报社继续宣扬中华文化代表的人文关怀精神。